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平时刷牙喜欢用的东西，就是这款 Oral-B。那它是和一个英国国家美术馆联名的盲盒，里面会随机掉落两幅画，一个是梵高的向日葵，另外一个是莫奈的雪景图。我今天收到的是莫奈的雪景图，还是蛮美的。这款牙龈自愈小白管，那第一次使用的时候，我就会很喜欢它里面的泡泡，很绵密的口感。而且这个牙膏里面还含有99%超高纯度的氨基酸成分，那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在给自己的牙龈敷上了一层氨基酸的面膜，很舒服。而且每次如果你的牙龈不适、红肿、出血的时候，用这个能够加快牙龈上面的小伤口自愈，就算是吃火锅，那也不用担心的。还有就是我使用的牙刷，里面有两个，拿出来。现在我使用的这款牙刷，其实它这个刷毛里面自带液体功能，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刷毛里面有微米级的银离子，而且是凝视乳糜杀菌的。刚刚说了，然后可以漱口，我一般都会先用冰水漱一遍。然后这款漱口水其实也是欧乐蜜的漱口水啊，每次刷完牙必须要用的，它可以帮你彻底清洁口腔，不仅清新口气，还可以抗菌。来吃。那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注意个人卫生啊，勤洗手，还有早晚记得刷牙漱口，口腔卫生是很重要的。好啦，今天就说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。